大帅哥，验一下，葱姜放了。嘿，葱姜，少来点盐，来点十三香，少来点啤酒。飞哥，拿一个鸡蛋，来，地摊来一个，一个鸡蛋，来两把肥苗，一把，来点油，来的。开始下兔肉。先腌一腌，我再不烧油，葱姜蒜，放入泡辣椒，豆瓣酱，咖喱头，花椒大料，香叶桂皮白质，咖喱头，辣椒，带辣椒。哎哎，香料香料，全成辣椒的，辣不荤。兔肉放里边，咖喱头，蚝油、生抽、辣鲜露、味精、鸡尾、白糖、十三香。小火焖炖十分钟，时间。筷子呢？哟，控制住还是好吃。越是坚定越动听。